因为我就像他叫我是零零幻，然后零零开出去。那今天我们要开箱的是日历的厨师机。日历厨师机要摆我们房间。我要呢。你看那么瘦，我都能挤过去了，你都不能挤过去。好，看，我也挤得。两根起。妹妹自己一个人解决了。要当机户来当机。好。一。哦，接好。对。爸爸。嗯。爸爸色。你排的是。看完了吗？好。哇，这个厨师机好美丽呀！这个型号是 RD200HS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新哦。好，姐姐你看一下我哦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姐姐你看我要回家睡觉。你们在开箱，你回家睡觉。不来了，姐姐你看。可以吃吗？好，给我吃掉。妹妹要帮忙吃来。那你撕这个。好，那我撕掉这个。嗯，撕开，先撕了。哇！好吵，对不对？哈哈。三三。好，我要回家睡觉了。好累哦。还有胶带啊？里面那边有吗？嗯。这个都要把它撕掉啊。姐姐。姐姐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一个好东西。这个是啥？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好，来把保丽龙拿起来，好像比较大牌哈。那也没有差太多。忘记买几年了。垃圾桶。RD200 DS 日历的，这是 RD200 新的 HS。都是十公升的，十六、十八公升也是一样大海，可里面的那个，里面的厨师的那个风扇或什么会比较强吧，所以日出湿量才会比较大。哎，这台以前呢是我们和爸爸妈妈房间共用的，然后呢，后来呢决定买了一台新的日历的厨师机，然后就想说这个就给我们用吧，耶、yeah。妈妈说还要再买一台放客厅，就要把那个花瓶搬走了。对，因为太多台了。放客厅呢是开关键，然后呢这里可能会出，当然在运作的时候显示一些东西。然后这是声音、风向、风速、定时、制定湿度、功能、按键锁和机体防围和负离子清洁。好，首先。可以看到它这个像是我们人在这还要去蹲下来这边按啊，这个就可以直接嘚嘚嘚嘚，然后它这个表面有那个亮晶晶的，很棒。这个要是你东西掉下去了也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来，你看，耶、yeah! 我刚才打开的地方是侧面出风口，好，来打开。我帅真的吗？爸爸要爸爸掉进去吗？帅掉进去，要帅，那帅就是爸爸了。好好，爸爸下进去。好，哎呀，爸爸你怎么进去了？耶、yeah！ 然后妹妹要拿帅，拿帅点过破看，再次帅。我们爸爸玩一次，爸爸玩一次。你不是刘备，爸爸耍帅一次啊！快点来，帅给爸爸。刘备，你不是刘备。哎呦，红是刘备吧，黑是项羽，对不对？你看到、哦、爸爸用滚的、哦，有没有滚出来？很准哎、欸，很准，然后刚好这样接住，没有像姐姐一样这样子呢、哦。这里不是这样玩的，它侧面出风口变成这样子哦，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哎，它变成
这边风挡住了，它就才从这边出来，跟这一台不一样。哎、欸，这一台不能侧面的。那这样子，这样子我等下掰一台车会侧面的还出来。我家还有两台厨师机哎、欸。滚轮虽然没办法看，可是看我这样轻松的滚出，就这样，它有滚轮。然后呢，这个你看，它可以拔下来，好漂亮。那就可以在那边，姐姐，这是过滤网。姐姐，我可不可以玩那溜滑梯下去了？不行。好、啊，现在正在解释。可是我想玩。看到我们雪箱，雪箱，它这个。其实啊，这比较简易了。它这个，哇、哦，它可以提着。我这样，我想要玩那个溜滑梯。哦，那我可以玩这个吗？玩那个溜滑梯的，看冰会不会叠在肩上面。耶、yeah, ！冰吃掉浆了，我们得到了一个最强的浆。这台是 RD200J、RD200DS、RD200HS。还有一台，你看，哇、哦，我们家是要卖厨师机的。别要来要，谁要买？谁都想买这台吧？厨师机。什么？要买厨师机的嘞。908。老板，我要买这台。好，来又来又，然后走，来又来又，要不要买厨师机？我要买这台，来走，来又来又，我要买，走。好，来。这一台可能有15年的，这一台现在有10年了吧？这两台现在在后阳台专门除湿衣服用的，晒好衣服，等先除一下，然后隔天早上再开来继续除湿。因为这两台太旧，所以就拿去后阳台除湿衣服，每天几乎每天都在除。然后后来这一台买的，来这一间房子才买的，所以这一台可能只有4-5年的那个经历而已。这一台呢？唯一的缺点是它没有侧面出风口，没有侧面出风口。这台还有，人家都比你好了，你要乖乖的。不能喜欢有侧面出风口，然后像那台也有，来转过来。他是十岁，而且你20岁，他最年轻，最年轻最大，侧面出风口。他是20岁小姐，他是30岁小姐。这也可以滚象棋。不行，这不能滚啊，这就会掉进去的。他也换过一次嘛？在哪？你看这个没有滚轮，很不方便，对不对？对。三、二，等一下。啊，好舒服哦！好，姐，可是我想要躺地上。好，快点。一。啊！挡住我了，妹妹。那叶子挡住了。对。顺便记得订阅我们，要不要想六点都会出新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少女感，对，太重了啦，少女感你要放哪里？甜心，是厨师机就有空位了，耶、yeah! 黄线只要拉到黄线就可以了，我找找看，我要在我的房间做很忙的事、哦、这么长啊，好，风扇是落，我们可以围，或者是近，或者是墙。这个落围近墙，我抢，先落。好，好落这。这个风扇，这个是摆动，这个会摆动，这个是固定。那我们就先固定就好。好，这个是按键的声音，你可以调要不要。那我们先不要试试看。哦，这个我们这样，这个有落、围、近、墙、低湿、干燥、
然后再这样。这个是快速干衣，这个是防霉防螨，然后这个是舒适节点，就是这个舒适的。好，这个是负离子清洁。快速，一般我们家也都用快速干衣，风向让它自己跑，然后风速强。一般我们在家里都是这个设定，让它快速除湿。可是我现在想要舒适节点，因为我们又不会在这里晒衣。睡觉的时候不会开，只有你们上学以后才会开这台。那是什么？机体防霉。碎片就订阅我，每天六点到六点都会出现。是鹿吗？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厕所来实验，湿了一晚。